啊？咋了？OK，OK。啊，冷车的时候会这样，冷车的时候，对，骑起来就好了。
OK。感觉如何？为什么就是我一拧油一切，就是感觉有点钝，反应就是伸展的时候。啊。一拧油，然后伸展嘛，然后。你用的是 Quick Shifter。你拉离合了没？离合，然后我一踩就是拉油门，然后伸展，然后就靠边。不是你拉离合了没？拉肯定拉，不，它有 quick shifter， 不需要拉。不需要拉，我直接拉点油门就。对，升档不需要，降档需要。哦。对。所以说怎么拉起来有点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哦，它哦对。现在那个 Quick Shifter DQS 看到没有？Quick Shifter 是有的。对。而且现在是 Wet Mode。对啊 ，Wet Mode。对，是 Power 最弱的一档。嗯。我们从前面骑回去啊。OK。走，我们从前面骑回去。OK， 我来导个航。啊、导航。啊、